立位记第二十二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叫他们谨慎处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，免得他们亵渎我的圣名。我是耶和华。你要对他们说：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中，若是不洁净，却接近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的圣物。” 那人必从我面前被剪除。我是耶和华。亚伦的后裔中患了麻风病或是血漏症的，都不可吃圣物，直到他洁净了。触摸了任何尸体的不洁或遗精的人，或是触摸了任何使他玷污的爬虫，或是摸了使他成为不洁净的人，不论那人有什么不洁净，摸了这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。 如果他不用水洗身，就不可吃圣物。日落之后，他就洁净了，可以吃圣物，因为那是他的食物。自死的或是野兽撕裂的动物，他都不可吃，免得玷污自己。我是耶和华，他们要谨守我的命令，免得他们因亵渎担罪而死。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。所有外族人都不可吃圣物。 寄居在祭司家里的人，或是受雇的雇工，都不可吃圣物；但是祭司用自己银子买来的仆人就可以吃圣物。生在祭司家里的人，他们可以吃他的食物。祭司的女儿若是嫁给外族人，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；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，或是被休的，而且没有孩子，又回到自己的父家，像她年轻的时候一样。 他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，只是任何外族人都不可吃。人若是误吃了圣物，就要加上五分之一与圣物一起交给祭司。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献上给耶和华的圣物，免得他们因吃了圣物而担当罪孽过犯。因为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摩西说。 你要告诉亚伦和亚伦的儿子，以及所有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：，任何以色列家的人，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奉献贡物的时候，无论是为还愿，或是甘心献给耶和华的燔祭，就要把没有残疾的公牛、或公绵羊、或公山羊献上，才蒙悦纳；有残疾的，你们都不可献上，因为这是不蒙悦纳的。 人若是为了还愿，或是甘心把牛羊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，总要献上一只完全没有任何瑕疵的祭物，才蒙悦纳。瞎眼、折伤、残废、伤口溃疡、长癣或生疹的牲畜，你们都不可献给耶和华，不可把这些当做火祭放在祭坛上献给耶和华。无论是公牛或是绵羊羔。 如果肢体畸形或有缺陷的，你可以做干心祭献上；如果做还愿祭献上，就不蒙悦纳。内脏损伤、压碎、破裂或割掉的，你们都不可献与耶和华。在你们将来居住的地方，你们不可行这样的事，也不可从外人手里接受这一类的牲畜做你们神的食物，因为这些都有损坏，有残疾。 必不蒙悦纳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生下来以后，七天要与他的母亲在一起。从第八天开始，他就可以蒙悦纳，做献给耶和华火祭的供物。无论是牛或羊，你们都不可在同一日之内宰杀母和子。如果你们献感恩祭给耶和华，要献的可蒙悦纳。” 祭肉要当天吃完，一点都不可留到早晨。我是耶和华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。我是耶和华，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。我在以色列人中间要被尊为圣。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做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